次三振没有失分。启明杰啊，这个时候换算来绝对正确。嗯，因为他被右打者的打击率只有1.82，那个左打的打击率是3.44，这又是一个侧投的投手啊，也是终结者，这个时候又领先3分，又有救援点，时机是绝对正确的。高国庆刚刚第一次就是想一棒追平，没有这么容易，因为毕竟第一间侧头的尾劲是比较好的，尤其是面对右打者。对，就现在是2个好球没有坏球了。高国庆今晚前面4次打击也打了3支安打，1分打点，2出局，1、2垒有跑者，统一狮队3分落后。这个球算失控了，有六球了。对，捕手要求外角了，就投到中间还偏低。这个失投球啊，对许明杰来说，嘎仔偏低了吼，那因为他先投到中间的。哇，这个球擦棒被捕，高国庆被三振了，很生气的摔棒子啊。8局上半，统一狮队留下2个残垒，没有得分，5-8，3分落后。